大家好，这一期的影片我将先带大家逛一逛日本超市里的水果专区，给大家看一下目前日本超市里各种水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水果以贵闻名，今天我将给大家推荐冬季来日本旅游非常值得一吃，而且也不会花很多钱的一款神秘水果。那首先我先带大家看一下超市里有卖哪些水果吧。目前拍片的时间是2022年12月初，正是日本草莓开始上市的时节。由于才刚上市不久，再加上12月的圣诞季期间，日本人有吃草莓蛋糕的传统，所以目前售价偏高。草莓的季节一直会到隔年的春天，所以之后的价格会慢慢走低。目前一盒这种品质较高的草莓能卖到1500到2000日元，但有时也能在日本的超市里找到300多日元一盒的草莓，主要是会根据草莓不同的品种和品相的好坏来制定价格。除了一些常规的草莓外，我还在超市里看到了一些外形有些特殊的草莓，比如这款福冈县产的鸡冠状草莓，或者淡雪草莓。淡雪草莓也有人叫它白色恋人，外表粉白，价格也普遍偏高，但我尝试之后觉得和普通草莓并没有很大区别，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日本的麝香葡萄。麝香葡萄的季节主要是夏秋两季，目前冬季期间市面上已经非常稀少，而且价格都很高。一般来说，一串麝香葡萄通常卖1000多日元，其中更高级的港山产的秦王葡萄通常要价2000-3000日元。麝香葡萄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吃起来能品尝到其他葡萄没有的浓郁香气，吃完后依旧口齿留香，是我每年夏秋季节最期待的水果之一。其实大家从影片中不难发现，日本普遍水果价格都是偏高，不过确实大多数的日本水果品质也非常好。比如苹果的形状都大致相似，且色泽红润，葡萄晶莹剔透如同美玉，哈密瓜也被包装得精美高级，从品相上就让人很有食欲。有些高级水果专门店里售卖的水果，与其说是食物，倒不如说是高级的艺术品。另外，水果在日本同时还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日本人会买高级的水果用于送礼和答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逛日本超市能常常发现5000-6000一只的西瓜或哈密瓜，10000日元一串的葡萄，或者好几万一个的水果李兰等。不过有意思的是，对水果品质和包装都非常执着的日本人其实平时很少吃水果，尤其是年轻人，水果摄入量更是少得惊人。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日本30岁左右的男性基本不吃水果，主要原因还是大多数的水果在日本都价格非常高。在日本比较受欢迎的水果就是产自于菲律宾的香蕉，原因就是因为价格比较低廉。日本国产水果相对昂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土面积比较小，且多是山地丘陵，限制了水果的种植，整体产量较小。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人工昂贵，在日本的平均时薪达到了1000日元左右，这也增加了水果的生产成本。此外，水果业十分讲究品牌和品种，比如冈山县的秦王葡萄、宫崎县的太阳之子芒果、静冈县的蜜瓜等，都是日本高级水果的代名词。因此，在买水果的同时，也有在为品牌的附加值买单。那说了这么多关于日本的水果，现在我就要向大家强烈推荐一下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的这款日本冬季人气水果——爱媛县红麦当娜。红麦当娜是日本公认最好吃的柑橘品种之一，爱媛县在日本被称为柑橘王国。有人戏称在爱媛县只要打开水龙头就是柑橘果汁。爱媛县的柑橘种类数目和丰收总量排在日本第一，每年从秋天到春天是爱媛县丰富多样的日本柑橘的收获季。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爱媛县红麦当娜就是这些柑橘中的一个品种，每年仅在11月底到隔年1月上旬上市。
而麦当娜的价格一般落在每支300到500日元之间，有些品相或者品质特别好的也有可能要1000一支，不过一般不需要买那么高级的品尝。虽然比起澳洲产的柑橘，这个价格不算便宜，但偶尔小奢侈一下还是值得的，因为吃过之后，你真的会颠覆之前对柑橘口感的认识。那我今天也特地从超市买了4个回来，准备给大家看一下红麦当娜切开后是什么样子。我找了一间比较便宜的超市，所以减去200折扣后，差不多是4个1000日元。红麦当娜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皮非常薄，所以其实用手就可以把皮剥开也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我今天将按照日本这边推荐的食用方法，用刀切开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用刀把上下两部分适量切除，然后再切成8等份。红麦当娜是在爱媛县玉城的杂交柑橘品种，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啫喱般的实感。据传，红麦当娜成熟后的含糖量可高达 14.5 度以上，比一般的柑橘类至少甜出5个糖度。但它好吃却不上火，果汁多，果肉柔软到入口即溶，整个嘴里散发着甜美的果香。我最爱红麦当娜的一点就是完全没有像以前吃这类柑橘时会遇到难以下咽的果渣，而且也没有果核，所以吃起来非常方便。大家看我现在非常容易就可以用手将果肉和果皮分开，如果需要招待客人，为了美观的摆盘，也可以用刀把大部分的果肉与果皮分离，方便客人食用。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红麦当娜上市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两个月不到，所以11月底到1月上旬，正好在日本旅游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一难得的美味。不过如果你可惜错过了红麦当娜，其实日本整个冬季到春天期间会有不同的柑橘品种上市，比如大酱季、不知火、甘平、伊予柑等等，也都值得尝试。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那你最喜欢的日本水果是什么呢？欢迎您留言告诉我。如果您对日本的旅游及生活内容感兴趣，请订阅我的频道，也欢迎您的按赞以及留言。那我们下期再见。